对上千叶罗德在石垣岛的热战。那这个比赛呢，预定在明年的2月13号、14号将来举行。那么大家都记得，在去年度的时候呢，千叶罗德队也特别捧这个日本来到台湾，和桃园队来进行了三场非常精彩的赛事，也因为呢这样而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前缘哦，所以在预定两队在明年度要进行比赛。那在上次的比赛当中呢，两队的收获都非常的丰富。在之前呢，大家看到最近今年度有很多这个球迷呢，在桃园球场可以看到很多千叶罗德的球迷穿着千叶罗德的衣服在为桃园队加油，也看到很多这个穿着拉米狗的球衣的球迷朋友跑到日本去为千叶罗德帮这个陈冠宇加油，这是非常特殊的景象哦。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来揭幕这一个公布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在记者会之前呢，当然这一次我们从去年度的交流当中呢，不是只有在赛事上的交流，包含了在这个所有选手的这个能力的交流，以及我们旁边场边的这些啦啦队的交流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在下一次这个石垣岛比赛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地表上最强的啦啦队 Lamigo Girls 也会前进到石垣岛来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所有 Lamigo 最强的啦啦队给他们看哈。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记者会一开始呢，我们就赶快来欢迎我们 Lamigo Girls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欢迎。掌声欢迎。Sometimes you gotta be bold, just rock the world. Booy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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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爱自
己天经地义，热力风暴就要来袭，全场跟着我准备即刻荡起，Jump for the girls girls dance with me, Jump for the girls girls dance with me, Jump for the girls。来掌声鼓励我们的法蜜 girls。 好，非常谢谢。不过呢，等一下呢，因为呢我们还要跟现场的这个，请我们 girls 为大家一一介绍，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好介绍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蜜 girls 的菲比。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蜜 girls 的 Linda。 Linda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法蜜 girls 的小鹿。欢迎小鹿。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慧 Vivian。一边，慧慧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拉米 girls 的慧妮。慧妮好。大家好，我是拉米 girls 的班班。班班好。当然了，跟大家介绍完之后呢，其实他们这一次呢，大家也看到他们非常的热情哦。那么在我们的二月十三号也会到石原岛跟他们比赛。不过呢，大家都想想石原市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也要来考考我们拉米 girls，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石原岛在哪里呢？哦，慧慧知道，在日本。而且他是这个我也知道啊，哦，不然千叶罗德要跑去美国打咯。对，来请说。在日本，而且就是他是就是千叶罗德队的这个训练基地。好，那请问他的位置在哪里呢？位置啊，对，你要飞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吗？我们也要去啊，海上，在海上是个岛，对不对？对。那我们来请问一下好了，有没有人知道他靠近冲绳还是靠近台湾？他叫冲绳县石原市。靠近冲绳。哦，靠近冲绳，所以我们这次要去冲绳玩咯，要去那边比赛。不是哦，答错了，对，其实是靠近台湾。这个石原岛很特别，它虽然说它是隶属于在冲绳，好，隶属冲绳，它是在这个八重山群岛。不过呢，它距离冲绳有400公里，而距离台湾只有仅仅270公里，就台北到高雄的距离而已。这是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如果天气好的话，你还可以从龟山岛的这个岛顶哦，这个山顶看到这个岛，看到与那国岛，看到西表岛等等哦。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那再问一下。请问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你刚刚打得很棒啊，知道说这个是千叶罗德他们的训练中心，对不对？对。那你们还知道去冲绳岛还有哪些球队看得到吗？嗯，哪个球队？对，有没有可以随便讲一个球你们认识的球队？不过今天也不，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千叶罗德队，对不对？好，那我们哪个选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好，赶快有人打 pass。最近打得非常好，好，没关系，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陈冠宇啊，掌声鼓励到陈冠宇。到时候呢，我们也要去跟他们比赛，陈冠宇哦，所以下次要记得。不过这个岛呢，坦白说哈，它其实非常的小，不过它已经是冲绳的第三大岛，第三大岛哦。那这次刚好帮你们上个课，到时候去的时候知道说，妈妈我要去石原岛的时候，不是说哎我要飞去北海道，不是，我们离台湾非常非常的近，但是他还是要坐飞机坐船过去哦。好，所以这边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六位拉米 girls 今天特别来到现场为我们开场表演，来准备好，我们明年要把这个 Power Series 的这个反攻打回去哈，谢谢。在我们再次热情谢谢我们的拉米 girls 来到现场，谢谢。好，谢谢谢谢。
当然啦，哦 ，Girls 刚刚有很多的这个资讯不是那么的清楚，不过呢，我想现场媒体朋友也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边也跟大家在说明。刚才提到咯，石垣市呢，其实它距离台湾非常非常的近，只有270公里而已。那除此之外，它有个特色是因为它是千叶罗德，其实在所有的日本职棒一共有九支队伍在那霸在冲绳这个区域当中来进行春训。那其他有七队的部分是在本岛，包含像是火腿队在名护市，或者是巨人队在奥武营。但是在这个离岛的部分的话呢，只有两支球队其中一队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叶罗德。那它固定长时间都是在石垣岛，离我们非常的近。而且在冬天，在夏天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这个花莲会飞到石垣岛的直飞的飞机，也可以坐游轮到石垣岛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到时候球员朋友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明年的2月13号、14号情人节的阶段当中，邀请你的情人一起到石垣市来这个观光旅游之外，也可以看一下精彩的比赛。那另外在今天待会记者会开始之前，我这边也特别说明一下哈，石垣岛在今天的这个新闻气象当中有被报道过哦。今天一大早新闻气象就说了哦，好险这个天鹅台风离开了非常的快，对台湾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不过天鹅台风是直接直扫石垣市，在它非常强大的暴风半径每秒71公尺，超过了17级风的风速，横扫了石垣市，所以也造成我们今天这个石垣市的市长中山龙一先生没有办法前来哦。这边也跟大家抱歉，不过呢，他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来见证这件事情哦，他非常高兴。那这次我们这个比赛也是由我们的这个石垣市政府来特别主办的。好，那在记者会要开始之前，我们赶紧来看一段我们精彩的 VCR。2016亚洲门户交流赛，我们即将在明年的正式来开打，在2月13号和14号。那在今天记者会呢，这边一开始也跟大家一一介绍现场的与会贵宾。首先欢迎第一位是我们石垣市的驻台代表，掌声欢迎我们小室俊太郎。我张大赏欢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待会我们再请他上来为我们致辞，不好意思，各位来上来，各位。接着为大家介绍是我们 Lamigo Monkeys 的总经理，掌声欢迎我们刘介廷刘总经理。接着为大家介绍是我们 Chuba Lode 我们的千叶罗德队的社长山市敬也 Yamamuro， 欢迎。而最后为大家来欢迎到呢，是我们在冲绳县这个石垣市的观光大使，也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很会唱歌的歌手，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下川里美小姐，欢迎。那苏卡瓦桑，欢迎。再为大家介绍完我们四位贵宾之后，我们就赶快再来一次邀请我们石垣市的驻台代表，我们小室俊太郎。我张大桑，国美来，坐坐坐坐。大家好，我是石垣市政府台北駐在員的小笹笹金多多支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日はですね、本当はうちの市長が来なければいけなかったんですが、台風直撃しまして来れなかったことをお詫びいたします。原本是石垣市中山市長来参加这个记者会，是有台风的关系没办法来现场，非常的抱歉。この度はですね、台湾の大人気プロ野球チームラミーゴモンキーズをですね、石垣島にお呼びいたしまして、日本の人気野球チーム千葉ロッテマリーンズと試合ができることを非常に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这次石岩市政府邀请在台湾非常有名非常有人气的拉米戈球团到石岩岛打两场交流赛，非常高兴。石垣島は、台北からですね、直行便でわずか50分の非常に近い場所にあります。日本と台湾の、両、プロ野球チームがですね、石垣島という、アジアのゲートウェイになれるということを石垣島としても非常に、誇りに思います。从台湾、直飞只要50分钟就到石垣島。这次非常高兴可以交代拉米戈球团到石垣岛跟罗德队打交流赛。石垣島はですね、台湾の皆様が来られることを熱烈歓迎いたしますので、ぜひ皆さんお越しください。石垣市政府非常欢迎台湾的朋友们来到石垣观光欣赏比赛。谢谢。谢谢大家。再次谢谢我们驻台代表小石俊太郎。那么刚才特别提到，只要需要50分钟的航班的航程就可以抵达台湾，可以说算是最近的出国了。奇怪，刚飞机起飞马上就要准备要降落了，根本就还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好，那紧接着我们就赶快来欢迎我们 LAMIGO 桃园队的总经理，掌声欢迎我们刘介廷刘总经理上台我们致辞，欢迎。石垣市政府，千叶罗的山本さん，下川里美小姐，各位媒体记者朋友，还有 LAMIGO TV 的这个球迷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首先很感谢石垣市政府这一次的邀请，让我们在明年2月13号、14号，也就是我们农历的大年初六、初七。在石垣市的这个球场，举办跟千叶罗德举办两场的这个热身赛，在今年的6月，受到石垣市政府的邀请，LAMIGO桃园队已经先去石垣市考察过当地的场地以及这个球场，那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原来离台湾这么近的地方，也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岛屿。不用跑到巴厘岛，不用跑到这个东南亚，离台湾短短50分钟的这个距离，竟然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岛屿。那当然，透过这一次的交流站，也希望再一次的强化，去年LAMIGO跟日本职棒跟千叶罗德的这个合作，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交流不只是一次性的，而可以长长久久不断的下去，去促进我们两国职棒的观光。事实上在今年我们桃园球场会发现到有这个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有比较多的日本的球迷，甚至是千叶罗德的球迷来我们这个台湾的球场桃园看比赛。那这个三四社长也提到，他也常常在千叶罗德球场遇到很多来自台湾来自LAMIGO的球迷，我想这个都是去年交流站的一个成果。那透过明年的这个石垣市的这个所谓的亚洲门户交流赛，我们希望再一次强化这个关系。那同时大家球迷最关心的，也就是说球迷台湾的球迷朋友要怎么样去前往石垣岛观看这个比赛呢？那因为台湾跟这个石垣岛的这个直飞的航班是只限于夏季，那目前冬季是没有直飞的航班。那LAMIGO桃园队也预计规划包机，希望可以把整架飞机包下来，带我们的球迷朋友去石垣岛进行4天3夜的旅游。到石垣岛除了看棒球，我们还可以赏风景。那同时结合了石垣岛最有名的花火节，我们听音乐会，我们看烟火，在这4天3夜里面呢，农历假期提供给我们球迷朋友一个全新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圆峰加油，我们桃园的圆峰加油首次这个踏出这个桃园球场，那也是首次踏出国外，更希望可以在这个日本扬威日本，所以这个都要靠这个所有这个球迷朋友的支持与帮忙。那再次感谢石垣市政府，再次感谢千叶罗德的这个
邀请，能够促成这一次的赛事。明年，Lamigo 桃园队也会因应这一次的这个石垣岛的这个交流赛事，去调整我们春训的进度。一般来讲的话，球队大概都是在农历年后进行到这个热身赛，那刚好这个大年初六初七就是所谓农历年后球队收假的日子所以来进行这个交流战，我想对于桃园队来讲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这个日子最后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莅临与观看那也欢迎大家明年一起到石垣帮桃园帮千叶罗德加油，谢谢。非常谢谢我们刘总经理，那他也特别提到，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Lamigo旅行社也赶快来规划这样的相关行程，那也请球迷朋友来赶快密切的注意我们Lamigo旅行社的网站随时来提供给大家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也特别来了一位嘉宾，是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吴志扬吴会长，也特别莅临在现场为我们做见证，我们掌声欢迎会长。各位媒体朋友我们Lamigo桃园队刘领队我们千叶县罗德队的社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从内湖赶过来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参与这个盛事，因为去年的这个罗德队到桃园进行交流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有进行一个欢迎的一个晚宴我觉得非常棒，两个职棒联盟，联盟跟联盟之间可以有这个亚职大赛，可以有东盟但是个别球队之间的切磋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那尤其是这次要举办的地方这个石垣岛可以说是跟我们台湾非常近那可以说是比台湾到高雄跟屏东都还要近它的纬度大概也跟我们桃园县桃园市它差不多的一个纬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适合做交流的地方我们知道石垣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光胜地当地在球赛举办的时间刚好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观光的有很多的比如说花火季这些非常好的一个时段那我个人也非常期待我们的Lamigo桃园队除了我们的春训热身赛以外能够到这个石垣去跟罗德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比赛这两队非常有看头因为这两队在个别的所属的联盟里面都是历史上的强队都是非常很强的，另外就是说现在罗德队也有我们台湾的选手所以大家也非常想要看还有就是两边的啦啦队跟应援团也是有名的Lamy Girls 还有我们千叶罗德的这个他们讲是最强的应援团史上最强的应援团那也可以互相的一较高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看头我也预祝我们台湾跟日本的职棒能够多多的交流也更希望在未来在全世界的棒坛里面台湾的棒球跟日本的棒球都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包括我们也希望日本2020年的奥运能够顺利的把棒球又变回奥运的项目，正式的项目然后今年年底我们日本跟台湾要合起来主办的第一届的世界十二强比赛也能够圆圆满满两国的球队都能够拿到佳绩让我们台湾的球迷、日本的球迷一整年都有非常棒的好球看好像有看到大明星他那个泪光闪闪真的是非常好听我们都只会唱这个中文版的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的中华职棒大联盟吴会长。那紧接着我们就来欢迎是我们千叶罗德的社长今年的千叶到我们现场，掌声欢迎我们山市敬野社长来为我们致辞，一起欢迎亚麻穆罗桑，来多多。大家好，今覚えたばかりで通じて嬉しいです。千葉ロッテマリーンズの山室です。この度は、ラミーゴモンキーズとの、交流戦を、千葉ロッテマリーンズが石垣島で、キャンプしている際に、行えるということで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我是千叶罗德队市长山市市长，然后这次非常期待明年二月罗德队在石垣岛春训的时候打两场交流赛。昨年台湾にご招待いただき3試合の交流戦を行いましたが、その際の熱狂的な盛り上がりに圧倒されてしまい、1勝2敗と負け越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けれども。来年のこのシリーズも、さらに盛り上がっていくことを大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し、来年こそは勝ち越し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去年ラミゴ队邀请千叶罗德在桃园打三场交流赛的时候，选手非常的厉害，还有台湾的桃园的元丰加油也非常的棒，所以很可惜的一胜两败。可是明年二月在石垣打两场交流赛的时候，希望罗德可以赢两场。今日本のプロ野球では台湾人選手が非常に活躍し、また非常に人気があります。今千葉ロッテマリーンズが所属するパシフィックリーグでは、そういった台湾人選手の活躍や日本のプロ野球をより多くの台湾の皆さんに見ていただこうといろんなプロモーション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ぜひともそういったテレビ等で楽しんでいただく、また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ていただきたい、いただいて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目前在日本职棒好几位台湾的选手有打球，现在太平洋联盟对台湾打广告，这些日本职棒的讯息，希望台湾的球迷朋友们来到日本的现场看比赛或者看电视，多多支持日本职棒以及太平洋联盟。今回2月中旬の試合ということで、オープン戦前の非常に実践的な試合の機会が与えられ、チームにとっても非常に有意義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また何よりも日本のファンにとって台湾のチームと触れ合ること、また台湾のファンの皆さんとまた触れ合ること、これが大きな収穫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期待しております。明年2月热身赛前打两场练习这个交流赛对球员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之后明年二月的时候办得很好。こういった野球を通じた交流をきっかけにして、日本台湾の野球だけではなくて、観光ですとか文化、その他より一層の交流が深まっていく機会になれば幸い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所以明年二月的时候，除了棒球的交流之外，观光或者文化的交流。之后可以一起发展。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大家。再次谢谢我们来自千叶罗德我们的山市敬野社长为我们支持。那么刚刚特别会长也提到，这一次呢，刚刚我们这个很好听的歌曲《泪光闪闪》，这可以算是日本的名曲。今天的主唱者也来到现场。那其实呢，在这一次我们的交流赛对抗赛当中呢，也特别要邀请他，我们这一位来自石垣市的观光大使。我们下川里美小姐来为我们担任开球的嘉宾，那当然现场我们就赶快来欢迎她，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我们下川小姐，欢迎。那是看我上。大家好。
はい、王子社長李美、青岛的记者、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回ですね、千葉ロッテマリーンズと、そして、ラミーゴモンキーズの、交流戦が来年の2月に決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私も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とても私は台湾が大好きで、もう10回以上、来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大好きなので、なんかもっと台湾に行けるようなきっかけないかなって願っていたら、今回このようなあのことを聞いて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这次夏川里美小姐非常高兴决定明年2月千叶罗德队跟拉米国队打两场交流赛。夏川小姐也之前已经来过十几次的台湾，这次也非常高兴他可以来到台湾。そして、先ほどもお話ありました、石垣島と台湾と、飛行機で飛ぶと約50分で着くというとこな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あの今のところそうですね、便があまりなくて、私としてはもうすぐに行きたいなと思ったら行きたいって、本当にそれがもっとやっぱり願うと、そのうちもうスイスイとこう飛べるようになるのかなと私も期待してます。虽然石垣到桃园是只要50分的时间，是直达班机是很少，所以目前是如果想来台湾的时候，有时候订不到这飞机的位置，所以希望之后有更多的直达班机，然后随时可以来台湾观光。そして、石垣島今週に2回、月曜日と木曜日と台湾からスタークルーズ、船が週に2回入ってきます。あのちょっと前までは石垣島 で、 あのそうです、ね、台湾語とか北京語とかいうのをこう見ることが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本当にあの台湾のお客さんが観光で、ね、石垣島に来られるおかげで、街のあちこちで台湾語が私たちもこの目に留ま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もすごく嬉し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目前礼拜一跟礼拜四有游轮的班次，然后之前是很少听到国语、台语的语言，是现在在路边路上常常听到国语跟台语，所以非常高兴。そして当園と言いました。私の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今年の11月にコンサート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決まりました。その時には来てくださったお客様にも、この来年の2月の交流戦のことをちょっとお話し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より台湾のお客さんを石垣島に来てねと PR させていただこう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今年11月在桃園办夏川里美小姐的演唱会，这个时候跟演唱会的粉丝讲一些明年2月的交流赛的事情。夏川里美很尽力的宣传明年2月的亚洲免费交流赛，所以一起加油。そして、その前に10月に、ラミーゴモンキーズの試合があると聞いてます。私もその時にスケジュールが合えばなるべく応援に駆けつ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これからもお互いの交流ますます深めていけるように、私も、微力ながらお手伝いさせていけたらと思います。今日は本当に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还有ラミーゴ桃園队十月还有比赛，那时候时间上没有问题的话，夏川里小姐到现场，然后帮拉米国桃园队加油，然后希望之后台湾的很多客人来石垣观光，谢谢大家，谢谢。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夏川小姐之外，我们要来进行我们最后的一个这个合影的机会。那我们赶快来欢迎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贵宾一起到我们台上来。再次欢迎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的吴志扬会长，还有我们刘介廷总经理，以及欢迎我们小狮代表，还有我们的三狮社长一起到现场来，到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那也欢迎我们的 girls 一起到台前来进行合影。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双方面的交流哦，那也很荣幸能够今天再邀请到我们的三狮社长以及我们的小狮代表，还有我们的夏川里美小姐来到现场，也在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的见证之下，我们
两支队伍即将在明年度的2月13号、2月14号，也就是大年初六初七将会进行比赛，也欢迎我们全朋友呢到时候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赛事，一起来到我们的石垣岛观光，同时也可以欣赏这个花火节，还有进行最棒的比赛。还有没有哪一边要特别看一下？左边，来，我们请我们王蒙德，左边这边看一下哈。这豆豆，对不起，是右边，他们的左边，抱歉。好，那我们再往那个方向再看一下，谢谢。好，我们再看前面，正前正前方再看一次。好，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感谢现场我们所有现场的贵宾以及媒体朋友，阿里嘎多伊玛斯，谢谢。那这边呢，我们记者会的尾声也将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次来谢谢我们的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吴志扬会长，今天特别莅临现场为我们做见证，也谢谢我们刘总经理以及我们的山石社长，还有我们李美小姐，哦，欢迎，而且我们的小事代表也在我们现场来。好，那紧接着在待会呢，我们就开放我们现场媒体朋友的这个电子媒体的先采访哦。那是不是有需要什么样的联访？我们是现场的，那会长哈，那我们就邀请我们。会长他们要做个联访，对对对，就麻烦会长。那那个
家人疼爱我，娘娘疼我，讲出心声，困难的生活，可是才会煞，亲像听人疼爱我，我用。